天生就是杀手的料。他拥有最敏锐的视觉能力，胜过世界上其他的掠食者，还可以发动急速攻击。他的眼睛可以个别使用，也可以一起使用，能够更有效率地瞄准猎物。比起地球上的其他生物，它的眼睛可以看到最多颜色，甚至看到偏光。它一步步逼近攻击的目标。雀尾螳螂虾早有锦囊妙计，也就是动用锤爪。这些弹力锤的攻击速度是我们眨眼速度的50倍。我们运用超高速摄影机捕捉它攻击的瞬间。每一次攻击所释放的能量产生冲击波，把蟹壳震得更加碎裂了。任何军队都想拥有这套武器。